Hello， 大家好，我是古今。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天堂2 N 的一个活动哦。那它是打 BOSS 的一个活动哦。活动时间是11月28号到12月11号哦。总共大约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哦。那这个活动就是 BOSS 会 100% 出现哦。就是见到了它就会出现哦。它不会有 CD 哦。那这个是 BOSS 的一个，这个是蚂蚁女皇哦。然后活动的扛棒，他有把这些地图分为三个区域哦。首先是等级比较低的区域哦，大家这边有标志一二三四五哦，这五个就是有五个 boss 哦，的 boss 在这五个点哦。然后大家有把每一个点的 boss 都标示出来哦，然后它的宝物什么的，然后 boss 的重生时间，像这一只就是三小时哦，然后这一只四十等的 boss， 然后四小时的四十等，然后大宝是蓝布啊，或者是强化石哦。很多只哦，然后这一区有五只啊，然后大家有第二区哦，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区，这个是第二区的一个强棒哦。第二区这边有十只 BOSS 哦，一到十哦，然后就是在地图的中间吧，我们整个大地图的中间哦。刚刚的是在左边哦，这现在的是在中间哦，然后大家有十只 BOSS 哦，这样有这个巴丰特啊、素金啊。大剑士啊，小猫咪哦，还有牛头人，还有恶魔，这个小爬虫，这只石头人，还有乌龟王，大石头人哦，很多只哦，他们的重点宝物都有列出来哦。然后这边的 BOSS 已经到了60等了哦。但是也是45等吧，40等哦，40等到60等的 BOSS 哦。所以那基本上我们一般玩家就是刚刚左边那区跟这边这区的上半部哦，下半部的这边的 BOSS 都很强哦，要打很久，人要两三组的人马才会打赢他们哦。那还有另外一区哦，第三区的，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区就是地图的右边哦，这边就是目前最强的区域就是在这边哦。小怪也在这边很强，这边有七只 BOSS 哦，有这个巴列斯吧，还有这个，反正就是有很多只强力的 BOSS 啊。然后这边最低等的 BOSS 是50等的哦，只等到75等哦，有很多 BOSS， 然后都很强。这个是重点的奖品而已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看游戏里面 BOSS 会掉入哪些东西哦。先回到我们的第一章，但是第一章一号是左边这边哦，这一个地点它会出这只 BOSS 啊，但是它的招牌物品是这个下面跟一把刀嘛。我们来看一下游戏里面要怎么查。我们回到游戏里面哦，我们可以打开大地图，然后点这边这一只就是这个区域哦，然后点这个之后，然后选第一个，右边有三个嘛，我们都可以点第一个。第一个就会显示这边有什么怪物，然后会掉什么宝物。然后通常这边有一个红色标志的就是 BOSS 啊，然后这个就是 BOSS 宝物，这把刀嘛，还有它的项链。然后你按住左键，它就会保住它的详细资料。它会跳蓝布啊，一些旗子啊、武器之类的哦。而下面的都是这一区的小怪的，这是掉落物品，小怪的掉落物品的资料哦。然后这一区也有一只吧，这是 BOSS， 有红色的就是头目啊，就是这样看哦。所以你可以搭配刚刚那三个扛棒啊，大家有三个王子，我会放在影片的下面哦，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哦。然后你可以来这边查，然后你可以记录一下它的重生时间哦，然后你就飞过来，在那个区域找，然后 BOSS 是不是出现在固定的地方哦？你等一下在那个区域在那边找一下才会找到。然后如果有 BOSS 的话，它的背景音乐也会有敲锣打鼓的声音啊，就是会变得比较有气氛啊，就是表示这边有 BOSS， 你要找一下哦。好，那以上就是这次的一个吃网的活动啊。
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